事实上，莫吉蚂蚁啦，太恶了啦！班长你有病啊！你自己看，都蟑螂蚂蚁，全部都是蟑螂。我们来到 Lamy Girls 啦啦队队长，吼吼，物理学的家，各位，他平常很有活力，气质很好，对不对？身材也很好，这么火辣的队长，他的家里面到底呢，会不会像他以往大家对他的形象那样干干净净呢，漂漂亮亮、整整齐齐的呢？我一个一个找，我就从客厅开始了。好，你的沙发。渲染的感觉。我看到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比基尼啊。是你的比基尼吗？我挂在这里干嘛？可是这可是还没洗，因为我本来要洗。我前几天出外景去。前几天几天？四五天五六天好像是。几天四五天五六天？啊，这是使用过的比基尼。对啊。有下水。有下水。啊，没有洗。可是我当下有让它晾干。对，有。没有那么脏了，你都没洗，而且你还穿过，而且你有流汗，然后穿比基尼还下水，上来太阳又这样晒，对哦，你闻看，海水的味道，好恶心哦。大热门这一站呢，来到了嗨奖他家，来突袭嗨奖的日常生活。你刚才听到说，哇哇，这傻了，这是臭袜子是？这还好，这三天而已，这还好。什么还好？哎，欧密码，欧卡呢？这个而且啥哦？那你在床上吃东西，来让 K 啊，你看看，这是怎样？对的，收起来。哎呦，这种哇，地上还掉，掉在地上了。哎呀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常常一个大美人，然后在家这样，在家就是要放松。换好了衣服，不是应该丢在洗衣篮里吗？这还可以穿，你穿过还可以穿？可以呀，这可以穿一个礼拜哎。事实上，莫吉蚂蚁啦，太恶了啦！班长你有病啊！你自己看，都蟑螂蚂蚁。笑了，你真的太夸张了。全部都是蟑螂。怎么啦？你告诉我这是木炭是不是？哇，还黏住。咖啡渣有。这假的呢？这开心果呢？这再摸出去，我怎么假的？